就不了。啊？那，爸去写本了。写本了？对。写本了以前不是？什么？去，快点，我回家，我妈妈睡。啊？啥的眼睛好一点嘛，那张烂哪里？那个在家睡觉开灯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岳老板娘之前就有的功，我就要挑战一个人的旅游，带我们去看仙本那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哥哥加油，拜拜。我被老板娘逼去一个人的旅游了，很想念你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不要。真绝情，出发、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入境查吧，然后 check in 了，手续跟平常是一样的，只是要填这个资料就可以进去了。我们现在填资料。从吉隆坡机场呢，大概只要2.5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沙巴斗湖机场。之后呢，再坐1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就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仙本那。下榻酒店了，还蛮不错。各位不要小看这个酒店，看起来很像很普通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你看一进来就漂亮打卡区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不同的打卡方式。看这个比较怀旧的区，有年轻人在这边喝酒，然后他这里还有卖酒给你的，下来跟朋友一起玩可以喝酒。然后那边都是免费用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电影院，整个设计是很前卫的。你看上面，钢琴键。知道还可以在上面留名字的，我们去做这个东西，可以自己逗你要的。哇，完成！所以来这边打卡，可以来找这个字。像我们现在去看房间的地方，如果你买这个配套呢，我现在会住哪里 ？Let's go！ 这个是 king room 的，然后 king room 加 balcony 的。这是绿色做的一个概念，看它设计全部好漂亮，精致的那种 boutique hotel 的感觉。就是哦，那边就看到海景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边也是很休闲了，下面有很多人在卖的。有海鲜楼啊，就附近就找到。那我们刚刚呢 ，touch 到了仙本那，然后仙本那这个地方让我非常意外，这里是一个有 KFC、有 McDonald、有 Starbucks 的一个地方，就证明这城市还算是繁荣。但是你又可以看到这边很复古老街的感觉哦，有点像那种印尼啊、泰国啊那种老街的感觉。这边就有很多小小的摆档的档口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配套呢，其实就是住在外岛，然后明天是去跳岛的。这个导游会带我们去看看这里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自己也是很好奇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。等一下我们会去的是这个海鲜一条街，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餐厅了。我很期待呢，沙巴这里呢吃道地的海鲜。哇，爽哎！这个海是比较辽阔的，整个人心情就开始放松了。导游现在带我们去看海鲜，这都他们这边新鲜抓到的、啊，对，很特别的。哦，哇哇，这边哇还有海胆呢，有海胆，哇，这个螺类啊那些。你啊，等我等我，多多啊，不好吃的行李啊。啊，可以啊，你家里啊。我去过很多海放村，可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就是在海鲜餐厅外面直接有一排给你这样选哎，但是会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大家都会蜂拥而至过来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些渔夫在外面捕鱼了之后呢，就直接来到这边去卖。有没有什么要给他们？就是建议，就是你可以砍多少%？如果他们买，可以砍多少%？砍多少%？就有多凶砍多凶哦。导游过来玩，不要吃亏嘛。哇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贝壳，大家要吗？这个看得很特别，螃蟹啊，这些都是新鲜的。哇哇哇，多么新鲜！鲍鱼哦，鲍鱼啊，鲍鱼，哦，抓的皮皮虾。哇哇哇，花龙哇，很大个哎，看到吗？这些。觉得很多人以为每次只有国外才有这样的东西，其实你看仙本那这边，感觉就很像我们来到国外的海鲜市场。达杜拉邦布洛啊，哎呀，巴林姆拉布拉布拉邦，这就布洛啊，哎呀 ，OK 哦，各位，70块钱，活的。穆拉拉吉拉吧，你买过了，萨杜拉就送给两百二 ，OK， 德玛卡塞吧，滚，滚。谢 TV 秀好呗，德玛卡塞，拉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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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也体验到就会被这样子缠着啊！你看一只螃蟹，5个鲍鱼，加这么大的螺，这个可以做纪念220。结论是你还可以再砍。OK， 教会你们怎样砍价了啊！学着点。飞马海鲜楼直接最新鲜的，不用讲了，那边抓过来。
刚刚我跟导游了解到呢，现在呢是来仙本那的最佳时间，因为海水两年没有游客了，变得干净更清澈。平常的话呢，就是中国人来了的哦，东西可能也会变得比较高价钱，旅店满啊，食物满啊等等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本地人来仙本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你可以看看仙本那特色，他用三半两两塞一两干就哎，这边还有导也是能够开车的，这边很多。平常我们在城市看不到的画面，刚才问个导游一个问题，就是哎，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，是不是原住民？他告诉我竟然不是哎，而且呢是属于一个无国籍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八瑶族呢，他们真正是属于菲律宾，菲律宾就派八瑶族这个种族来攻打我们的沙巴，然后他们输了就要上军事法庭，上军事法庭然后就判罪，我们沙巴不可能承认一个攻打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国民，包括在菲律宾呢也不认这条账，双方推来推去，最后就被判定为是无国籍的，就让他们在海上漂流，这些都有。这边的这些执法人员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们在这边卖海鲜等等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事件。我们来试看一下这里当地沙巴的海胆。OK 哦，腥味不会太重，淡淡的海水的味道。看这边的海鲜多么大个，吃下去就是仙本那的味道，幸福。不客气了，单单吃这个东西我可以回去接币了，太过瘾了。刚刚买的螃蟹就这边直接加工变成咸蛋螃蟹，不过我刚才听大哥讲，就是我刚才买了海鲜啊，还可以再砍一倍，就是那个鲍鱼五颗一百，大哥说啊三四十块就可以 settle 了。就是跟你们讲，没事不要来这边乱乱买，你没有当地人陪真的不太适合，不建议大家去买。现在要去哪里呢？一个酒店的楼上看仙本那的夜景。仙本那竟然还有夜景，我们来窥探窥探仙本那的夜景。我们现在玩啊是在镇上啊，还没有到它的那个所谓的海景啊、海岛啊，这些都还没有到。老板刚才有讲，就是讲仙本那是一个小渔村，后来呢就被发展成了旅游行业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渔村的气息跟现代的商业味结合的一个地方。现在老板就带我们来这里俯瞰整个仙本那的镇上的夜景。刚刚从导游的口中知道呢，原来仙本那不到五分钟就能够开车绕完，更神奇的是整个仙本那竟然一个红绿灯都没有，可想而知他们的节奏是多么的惬意跟缓慢。免责声明，我家属没有来两千呢，你是我家属，现在相依为命。今天我是你们的导游，我叫小明。翻开的时候，希望你们不要站起来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呢这个岛叫做丁巴丁巴，它是其中一个呢就是仙本那最漂亮的岛。整个海滩呢占地呢大概是一公里长，这个私人岛，但是呢岛主非常热心，只要你不破坏这个地方呢就开放给游客来参观，所以呢跟我来参观一下最漂亮的岛到底长怎么样。 Let's go。看得到多么清澈吗？哇、wow ！所以我非常期待呢，等一下的潜水的环节到底会有多么棒的体验。讲真的啦，马来西亚的岛呢也不输给任何外国的岛，海上真的没有什么垃圾。这次游客减少也是大家可以来的一个好时机。各位如果要买到这个配套呢，只要登录 CHS App 呢就可以买到全部的行程的配套，价格是比在你外面买到的还要优惠，还要便宜的。教练现在叫我们练习用嘴巴呼吸，全程这样，确实一下子要调整一下，而且这里会蛮紧。刚刚也吸收了很多知识，怎样把水喷出来，等等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防范很重要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仙本那，必要的行程之一就是潜水。潜水呢，其实很多人以为要执照，其实我们这个呢是半潜，所以是有教练带着你，是不用特地去考执照的。原本我明天一早就要搭飞机回，但是为了这个潜水呢，我延长了一天，因为呢，原来潜水之后呢，你必须在12到24小时之后才可以上飞机，上到飞机气压不同的话呢，很可能会导致你血管爆裂，所以是非常危险的。第二点，如果要潜水的话呢，3年之内也不可以有大手术，所以这几点除了要注意以外，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带你去体验仙本那真正的美。 Let's go。 在潜水之前呢还有时间，因为教练在带别人，我们就去浮潜一会儿。
摔下去啊。其实每个人跳下去都是转差不多60度，后面就要卡掉了。摔一摔只有前面5秒。一个闪避在后面。哦。对，好。1、2、3、Go。两只海龟在游跟换气，导游说这里在仙本那应该海龟非常多，所以其实要看到的概率很大。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每一次潜水的人都会讲，他们潜水过会爱上潜水，这是第一点，因为在海洋的体验太amazing了。第二点，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你进去看到那个美了之后，你真的会觉得你希望保护这片海洋，所以没有来过的朋友一定要体验，尤其在下面真的看到大海龟，我觉得哦太神奇了。我推荐这个是必玩的一个清单之一，然后又不用考莱森，教练也很 smooth professional， 推荐，太好玩了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到岛上这里来吃我们的午餐，等一下还会有多一个体验潜跟一个浮潜。Let's go。那现在这个就是呢，就是我们这次旅行团准备的这个午餐，然后呢在对面就是有一种在丛林吃饭的感觉，可是却有一个遮阳给你的地方，你看对面就是丛林。所以这是更贴近大自然的一个方法，开动了，不客气了。忙了一天，吃这个午餐棍，有点家的感觉的一道食物，一个便当。Remember when you kissed me, I felt the taste of your lipstick, even the breath of your ripped jeans, I can still see it all.我们要怎么样证明沙巴这里你一定要来，水质多新鲜，海产就多大个，看看西哈，在我的手掌底下是这样，你看到吗？哇，鲜海鲜就是这样，好吃不需要做什么，原本的味道就最棒了。来，我们看这个棒，哇，忘记告诉大家，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仙本那的网红海鲜餐厅海景海鲜楼，平常很多中国游客来了，现在没这么多人，要把握这个时机。还有一个花蟹，开动。就是他们这边就是自己抓到的呢，就会卖给这里的店的老板，怕卖不出了，就会批发给他们老板。可是都是他们自己抓到的。重点是什么？仙本那的龙虾呢，比过街老鼠还要多，随便这样容易，海龟比人还要多。所以你看这里的水质，这里海产就这么新鲜了。按导游带我们去这么暗的地方里面，究竟是去干嘛呢？各位，我们两个麻辣龙是不值钱的啦，应该是不会抓去卖啦，到底去哪呢？Firefly， 导游，有人推开门了。哦，来到了一个隐秘的一个酒吧吗？算是休闲的地方。所以可以喝酒、吃东西、唱歌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导游就要献唱一首了。我和你吻别，我是你的骄傲，绝不会食言。好了，我们先要替大家解答，到底仙本那呢还会不会有绑架的事件？自从那一件事件过后呢，警察歼灭了所有的这些绑匪之后呢，听说这个治安已经极度加强。来聊一下这个事情，感觉自从多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后呢，在每一个旅游景点的岛上都会有固定的海警跟海军在那里驻扎，他们都是有气囊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基本上在可能发生这件事情过后，他们就加强了这个治安，就世界各地呢都会有这些犯罪的事情在发生，所以去到哪里呢，其实自己小心就 OK 了的，所以大家的疑虑已经解答了。